年32岁嘅哈娜谷子乔正式出道，阵系2年就已经成为最受欢迎女歌星，跃升埋星梦唱片公司一姐。不过人红自然是非多，最近佢就俾人传出曾经做过试影妹啊！呢排喺网上面疯传一批哈娜嘅性感旧照，最爆嘅系一脸稚气嘅佢，着住白色露腰、低胸嘅丝裤霸托摆 pose。不过上围就未够料，所以好似有啲移位。而另一张就是穿着黑色低胸装坐在个天台围栏上面，身材都有些睇头，还有些好像嘟嘴啊，摆下港女的反 V 手势相咁。不过她的萌样就不够她上围咁吸睛了。而事后 Hana 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都直认自己是想中人，不过就说自己不是私影妹。她说那时候自己很小个，根本就不收钱咁影相，只是帮朋友的楼上婚纱铺影宣传相。而问到佢有冇影过啲更加性感嘅相，佢就话冇，因为自己都冇身材啊，根本就唔可以同性感扯上关系。其实佢话自己都好恨影写真，不过唱片公司老板唔会俾佢性感啊。佢仲话之前喺泰国影嘅泳衣照，已经系佢可以流芳百世最性感嗰次啦。至于俾人误会话系私影妹，佢就好大方话自己咁大个女，其实中间影过啲唔同嘅相都唔出奇啦。仲话自己入行之后思想成熟咗唔少，就算俾人嘲笑系 MK 妹都唔介意。